我即摆拖起阮两辆车，爱去遐拖转来啊。啊，拖啥物？拖水啊！啊，无你要安怎摕？啊，毋足忝的。啊，要甲谁讲？忝嘛是无法度，两个袂行。你若像咱咧要砍着几啊万啊，经费较济啊，啊若一平要砍咧是一两千块尔，啊所以即摆要砍咧，若较袂得价，就无再砍啊。啊，食孤单啊，家一个人，做啥物上门庭，哪困哪流目屎哪哭，啊哪有法度咧？家己啊钱啊，我要家来自杀。我们从那个有一个那个大的那个他家，就是跟他借那个自来水，然后我们在那边又装了一个分水表，就是说知道说他这边用了多少度的那个水啊，然后就是以后那个水费的话就是补贴他们这样。水博士是对我的一个徛家，啊，这个接来啊延伸来个家啊，可以这个。用水安尼。我们到时候还要帮他装电热水器，还有装马桶，还有他里面那个一些电灯的照明设备，要帮他做一下。开哦吼，安尼开，吼，哦，啊，这个是烧水哦，嘿，要烫，啊，你爱掀起来哦，吼，啊，这样起水，对啦，哎，阿公，啊，咱即马这拢做熟悉的吼，啊，咱即马便所咱就来遮哦，吼，啊，唔好过去，算有便所人用，咱就拢用遮哦，吼，啊，咱别个就唔好用啊，吼，好，即马就爱用遮啊，对啦，阿公，你太赞了。即摆已经有水了，安尼看，啊，你发到家己去洗无？哦，小看，脚骨也软，笑。今仔有一个老人，伊虽然伊安尼，你会感觉讲伊安尼，咱足无奈。不过从伊心内想，今仔会当予伊有水，伊足欢喜的，志工大嘛足欢喜的啊。咱做环保。